那些小东西，我猜你家都需要。每次打扫烟机灶具，那些小死角，钢丝球太大，牙刷又太软，有了这个小死角都能照顾到，擦的还一点都不费劲儿。刷子一组有三个，刷头分别是铁丝、铜丝和尼龙，你可以针对不同的缝隙选择不同的材质。打扫卫生的那些小死角，用它老顺手了。